同学们，你们看啊，同一片树叶，角度不同，图来的光线啊也不一样，所以啊，感觉也不一样。今天呢，需要你们好好的去观察一下那片树林，并且、把它们画下来，这个就今天的作业了。我觉得吧，挺好的呀。你看啊，老师啊，在上面加一个小太阳，你会不会觉得更丰富一点？嗯。来，你来把这个小太阳丰富一下。好嘞。周老师，你从哪里来的呀？老师啊，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的。你来我真的好开心啊，可是我们这里经常刮风雨，听校长说林老师和陈老师去了好远的地方，没办法，校长只能带我们去隔壁村上课。是不是感觉缺了一点颜色？嗯。哇！陈斌啊，嗯，你有没有想过长大以后做什么呀？有。我想和老师一样成为一个会画画的人。我相信你啊，一定可以的。嗯，不过你要好好学习哦，老师明天就要回城里了，等老师回来再叫你画老师一张帅气的脸，怎么样？好吧。老师，我每天都认真练习画画，你说的话我也一直记在脑海里。邓老师，陈明，你这么晚不睡觉跑来这里干嘛？我去问老师和村长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他们总是说快了，但是他们都不跟我说是哪一天。邓老师，铁蛋他们说你不会回来了，是老师布置的作业。哎，你干嘛？嘲笑我画的不好看，还弄坏了我的画。还给我！我把底下拿来就好了，对。我不给我画。我也没动力了。啊，逗老师，奶奶说我不应该学画画，说这些是没用的东西。等你回来。我一定给他看看窦老师有多厉害。老师，我好想你啊。老师，我每天都很听话，坚持练习。老师，你为什么总是不回信啊？老师，你送我的画笔用完了。